死亡呢啲 topic 有太多嘢想做但系未做，就仲好后生，好似对死佢哋系好遥远嘅事。人始终会一日面对呢样嘢，希望借用呢个 project， 都俾大家见到系作为一个 example， 原来设计系可以令到一啲社会嘅问题咧都得以解决嘅。咁第二个我谂希望都学生得着到嘅咧，就系其实除咗知道设计嘅用途之外咧，亦都希望咧呢班同学咧系可以借用呢个 project 咧，同呢一班老友记交流嘅时候咧，都中间体验到原来对生命都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嘅。社会咧好似都唔系咁推行，即系讲关于即係特別係死呢樣嘢啦，咁但係其實人生就係咁樣要面對噶嘛，生就自然會有即係離開嘅一日，所以都希望無論係即係見到啲長者，佢可以事先去安排有一個新嘅睇法，另外都希望係啲後生嘅一輩都開始對呢一個嘅概念咧有多啲嘅認識，咁變咗即係都希望係即係積極啲去睇緊人生啦，咁所以設計可以配合到，讓到大家都可以喺人生上有一個正面啲嘅角度去睇緊。